哇，在防守端可以看到泰山高中真的是拼出去了。嗯，因为距离比赛结束所剩不多的时间了，干脆体力毫无保留的进攻。转身面对到篮筐，用摆的，可惜没摆进。最后的42秒钟，比赛要结束。翻球了，没错，这是一次的翻球违例。翻球的违例。这次轮到泰山高中请求暂停了，这场比赛剩下38.1秒，比赛要结束，两队的分差是11分哦，所剩的时间不太多，应该不足以泰山高中来做一个翻盘的机会。但是来看一下泰山高中这时候怎么交代战术。瑞龙在后面，横劈，我一定要做给阿里乌的，哦，但挡的那一个人炳勋，我要接到球，转身要可以攻击，这一颗我要快速攻击，好，快速压上去，犯规。那你要先有抄球的动作，你要冲球冲抄球的动作，懂吗？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我要看到二波篮板，我要看到二波篮板，有问题？好，来。所以这是你们俩的问题，怎么了？没有。下来，下来。什么意思？做，我弟，我弟做错，不是我。暂停结束。刚刚选择把球放球，进攻时间14秒。